我讲过一个苏州人的笑话，啊，我以后再讲点其他给你。说苏州人的笑话，打架，人家说情愿跟苏州人打架吵架，也不要跟宁波人讲话，听到过不啦？啊，宁波人讲话很硬的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很厉害，苏州人讲话非常软的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。你等着啊！我要某，我要牛，牛，牛走了。苏州人我走啊！这里有苏州人不啦？靠近苏州的常州地方有啦啊啊！有苏州人就好了，苏州人就是苏州人，在桥上。三轮车下来的时候了，自行车刚刚学会，从桥上穿下来的时候，发哈在发哈在就不好了不好了，发哈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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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砰一撞，哪么哈在，现在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人呢，佛经上讲啊，要记住了，佛也改变不了你的过去。你们过去了，连菩萨都改变不了了。一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佛接受了。你看，佛都要接受现实，对不对啊？佛还要说，我改变不了因果。你看，佛很事实吧？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佛说我接受了，我改变不了因果。你看，佛是很真实的吧？但是人就跟佛不一样了。你看人呐。不买账开始了，人说什么，我不接受，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听懂了吗？连菩萨都能接受现实，所以是人啊，也要学会接受现实的呀。改是一点点改变的，积累积的业障不是一下子能消掉的呀，前世的缘分要靠慢慢的消化，很多东西吃进去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消化的啦。很多人肠胃不好，可能一个礼拜都消化不了，还要吃十母生，还要吃多酶片呐、啊。听懂了吗？